大家好，我叫张成。我叫秦林。啊，不好意思，第一句就忘词了。哦，对对对，我们俩是这个清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双硕士的同学。我们是准校友，还没毕业。所以今天呢，特别高兴，特别兴奋，今天能在这儿给大家各位学长学姐，刚知道还有学弟学妹，还有这个未来的小学弟学妹们说这一段新相声。哎，毕竟我们是年轻人嘛。这相声的名字呢，叫《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与相声的关系》。书读的少，话筒也不太行。喂，再给你重复一遍吧。不用不用，我想起来了，我书读的少，你可别骗我。这是相声题目吗？还是你论文题目呀？年轻人就得说新相声。那也太新了。哎，我跟你说，就今天这相声，不光名字要新，还得有底薪。有了底薪之后啊，就可以提成了。关提成什么事儿啊？关底薪什么事儿啊？底薪就是相声的结尾要创新。相声结尾怎么创新？我问你，一般相声怎么结尾啊？一般相声都是捧哏结尾嘛。就这个呀。一般相声都捧哏结尾嘛。就这个呀。我呀没听说过。去你的吧，一般都这样。不行不行，太落后了是不是？就今天这相声结尾必须咱俩一块儿说，祝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晚会圆满成功。相声结尾是圆满成功呀。哎，我回来了，我掉沟里了。哦，圆满成功，我心怎么那么大呀？我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就今天这么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咱俩在这儿给各位献上美好的祝福不行吗？就今天这个场合，最后必须咱俩一块儿说，祝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晚会圆满成功，不行吗？行行行行，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校庆就这一回，明天指不定跟谁说呢。当然了，刚才这些呢还不算什么。哦，这还不算什么呀？在我取得了这些成就之后啊。你取得什么成就了？我还没有满足。我还在思考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有病吧。那就是怎么让相声有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经过两个月的思考，我终于得出了答案。这真不踩我呢。凭借的就是我高人的智商。这节目还跟我有关系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哎，踩我了踩我了。我对你意见可大了。我告诉你，我可是智商大于175，智慧美貌并存，思维活跃，逻辑缜密，每天都被自己美醒的小鲜肉。你是不会理解我的战斗力是有五的炸炸。今天我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首次发表我的研究成果。大家都散了吧，我 hold 不住他了。我的研究成果就是，当当当当，他就是当当当当，看配合多好，他就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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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所构造的多维空间理论对相声创作与表演的影响。现在走还来得及，两边门都可以走，我拖住他。经过研究我发现，相声是不能在四维空间里说的。我给你说说为什么不行。说他干嘛呀？想听吗？不想听。我一猜你就想听。我一猜你就想讲。这既然你这么想听的话，我就好好给各位讲一讲，什么是一维空间，什么是二维空间，什么是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什么是 QQ 空间。什么 QQ 空间？不知道 QQ 空间。没文化。
这一维空间啊，是由点、一动组成的线。哎呦，起飞呢你！这二维空间呢，是由线、一动组成的面。这三维空间呢，是由面、一动组成的面条。这三维空间啊，是由面、一动组成的体。哎呦，这几个空间我不知道，您这帕金森是越来越严重。这四维空间是在这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了一条时间轴。哎，你说它干嘛？咱不就在四维空间吗？又不懂了吧？你说这四维有没有读过霍金的时间简史？你给大家说说。霍老先生在时间简史里说了，这四维空间时间可进可退，咱们所在的空间呢，时间只可进不可退，所以啊，咱们顶多是三维半，不到四维。所以就是说四维可以回到过去改变历史，咱不能改变历史啊。不不不，即使你能回到过去也没法改变历史，这是由外祖母相悖论决定的。啥啊？有不熟悉的咱给大家讲讲。对，你给大家讲讲这姥姥相对论。外祖母就说，有一个人，如果他乘坐着 time machine 回到过去。这都不知道，时光机呀！哎呦，这英语还天津学。时光机能晓得吧？我说的。就说这个人吧，这个人如果他乘坐着 time machine 回到过去，我要笑场了。如果他乘坐着 time machine。回到过去，在他的外祖母生出他的母亲之前，将他的外祖母杀死，那么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外祖母，就没有他的母亲，没有他的母亲，就没有他自己。所以这个人不想回到过去，在他的外祖母生出他的母亲之前，将他的外祖母杀死，这就叫外祖母相悖论。你要说了很厉害的东西。那当然了。那我一定要改变历史呢？啊，不不不，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历史没法改变。如果强行改变历史，则会出现另一个平行时空。那我也能在四维空间说相声啊？不不不，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了，四维空间没法说相声。霍金管得也太宽了吧？还管我能不能说相声？我会说，我们相声这曲艺形式，我们听骑兵，我们上哪都能说，我们几维都能说。哎呀，还听骑兵，还几维都能说。我跟你说，你要非跟着跟我抬杠的话，咱们就今天在这校庆演一回这四维空间相声。行，奉陪到底。大家说好不好？好。您呢是先鼓掌后欣赏。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呀。哎，等等等等，怎么就口吐莲花了呀？四维怎么就口吐莲花呢？口吐莲花我熟，爱来不来，不来我走。来来来来来来，别走别走。哎，来来来，我先配合你，我今天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我戳穿你。来，今天这段口吐莲花，就是我咚咚咚喝下一杯水，一运丹田气，吐出一个水晶球，打开了是朵莲花，上面站一小人，给您说相声。这么有意思。哎，不行，我得认真点。嚯，这么有意思呢！口吐莲花，首先需要一面锣。那给你找锣去。拿你脑袋当锣呀。我脑袋肉的。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脑袋肉的。接下来呢？拿你脑袋当锣呀。脑袋卡呆了是不是？重复来重复去，后面词儿呢？是你卡呆了吧？咱们讲的是四维空间的相声，这口吐莲花就得拿捧哏的脑袋当锣。如果你不当，我只能重复之前的语言和动作，直到你做对了为止。行，明白，简单，再来。首先需要一面锣，那给你找锣去，拿你脑袋当锣呀。还首先需要一杯水，不简单，我给你拿去。好吧，录制。好吧。
了是不是？弱智！我给你拿水去。好吧。弱智！看到没有？我给他绊倒了，还得乖乖给我拿水去。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跑的还挺快。那是，1500可不是白跑的。矿泉水，赶给你倒来。有点甜，瓶还在那儿。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你怎么那么平呢？哎，你干嘛推我？矿泉水，有点甜。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你怎么平呢？哎，你干嘛推我？哪只手推你啊？矿泉水，谁赞助的这是？有点甜，走不动了。我们只是大胆的搬运工，你怎么那么平呢？哎，你干嘛推我？我正在救你。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口吐莲花。来，一请天地动，砰砰，有这劲。哎，你干嘛躲开？大哥，一请天地动，砰砰。哎，你干嘛躲开？我没躲开呀。一请天地动。你干嘛躲开？我怎么知道我干嘛躲开？你这会儿不能躲开，你得通通。我知道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柏林，通通。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你看看他们。我看谁呀、啊？我一请天地动。哦，哎，所以数到四的时候，大伙配合一下，鼓个掌，谢谢大家。一请天地动。你干嘛躲开？我怎么知道我干嘛躲开？你这会儿不能躲开，你得通通。我知道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鹏林，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谢谢大家，辛苦。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通通。太搞笑了，你也疯了是吗？我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我怎么了我？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我怎么知道我干嘛躲开？你这会儿不能躲开，你得通通。我知道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柏林，哎，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你看看。太给力了！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通通通通通通。哎呀，太搞笑了，你也疯了是吗？还不是给你逼的。抬头观看，通通。众神来到，通通。众神来到啊！是您倒是祝清华大学祝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晚会圆满成功。一请天地动。哎，我忘记圆满成功了，你干嘛躲开？我哎呀，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我怎么知道我干嘛躲开？你这会儿不能躲开，你得通通。我知道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柏林。哎呀，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你看看他们多可爱的观众。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通通。哎呀，太搞笑了，你也疯了是吗？疯两回了。抬头观看，众神来到，通通。众神来到啊，通通。是口吐莲花需要一杯水。好吧，弱智。好吧，弱智啊，我就不信我说不了这四维的相声。我先被他绊倒，然后推他，好吧，然后躲开，然后大家鼓一掌，我发一分，最后是圆满成功，一共6步。我给你倒水去。好吧，弱智。观众朋友们，我感受到科学带来的快感了。一请天地动。哎，你干嘛躲开？躲开，躲开，就是躲开。你这会儿不能躲开，你得通通。我知道通通。二请鬼神经，通通。三请毛老道，通通。四请孙柏林。哎，先别鼓掌，还没演完呢，你看看。
棒了，最棒了！早请早到，通通；晚请晚到，通通；如若不到，太搞笑了！你也疯了是吧？快了，抬头观看，通通；众神来到，通通；众神来到啊！大法师，您倒是。祝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晚会圆满成功！哼，我说什么来着？四维空间多简单！我告诉你，五维相声咱照样能说。哎呦，五维也能说？能。观众朋友们，这五维是什么呀？是在这四维空间的基础上多了好几个四维空间。哎，你别整那玄的。也就是说，有好几个我。跟你一块儿说相声，说他干嘛呀？祝清华大学107周年校庆晚会圆满成功！不，这原来在五维空间，你是男的呀？主持人上来了，哎，没事。刚才的歌曲好不好听啊？那作为我们的校友，当然是多才多艺，不仅唱得好，说得更好。接下来，请听我们的相声节目《多维空间》，欢迎。